好好笑。亲你三 Liz 问梁森有没有在头上抹化妆品，头这么亮。请点赞订阅并转发，谢谢。2月20日在今晚播出的青春有你三中，我要被 Liz 笑死了，怎么这么可爱了，看 Liz 一本正经的样子，还以为要问什么大问题，结果他问梁森有没有在头上抹什么化妆品，头这么亮，哈哈哈哈，真的好好笑，我也好好奇。梁森表示自己上台前已经吸了一层了，可能光照的时间长把油脂给炸出来了。随即 Liz 道歉，梁森说没事，见外了。不得不说，梁森的光头简直比亲你舞台灯光还打眼。 USE梁森好像黑帮老大在唱情歌，原先看这头我以为他要唱西游记，结果直接来情歌，开口跪，这歌真的唱出了自己的风格，太深情太迷人了，舞台实力也不错，得到了四位导师一致的 A 评级，让人挪不开眼睛。李宇春还夸梁森临场反应能力好，不少网友表示这哥们笑死了，不过跳起舞来还不含糊，说实话要是在团里的话你是最耀眼的一个，像一个卤蛋在发亮，高大威猛，对不住了森哥，虽然我很喜欢你，但是真的忍不住，哈哈哈哈哈。等等，特别声明，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，不代表新浪网观点或立场。如有关于作品内容、版权或其他问题，请于作品发表后的30日内与新浪网联系。